欸，心太炸了，真的是表现得很差欸。分推，哇，怎么死光了。还是等一下问问题，我就给聊天室自己选，懂吗？就不会造成说有人马后炮那种感觉。最喜欢看观众被打脸。完了，要死了！哎、欸，被哎绕、欸、过了。GG，而且他打得很高欸，就是杀一个人死一次那种感觉。然后谁心态低？你啊，点错了，白痴哦！给他心态，哎呀，好啦，认命了。很多人晚上活力有低，都要晚上健身吧？好啊！欸，问一下哦，如果活力那些太低啊，是不是隔天就是先不要去比赛什么的，就乖乖给他们健身或玩游戏这样子？是这样吧？因为其实这个问题困扰我两天了，因为有时候延迟或是什么啊，就错过聊天室打的字。可能没有回答，但是我没有看到。
好，感谢。啊，这样是绕过这两个人去打兵哦。训练或改成坏习惯，尽量不要训练或改坏习惯。好，好，我有意识到，因为我是想说啊，六点之后要直播，就不要去训练什么的。义工，我知道啊，可是我之前就是都用中，我就全部改右边，结果被一次灭，我常这样子欸，每次都这样子啊。反正这游戏也很多是几率性的啊，你要怎么改也可以啊，是吧？哇，被拿走了。看到你说有机会，有机会就是运几率性啦，因为我之前也都这样子啊。这款好像真的不适合开台玩耶，天啊，发呆的成分好多哦。应该说看
看得懂，可是就是会发呆。哎，两个人够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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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够了。哎，这时候可以冲中路啊，在干什么？傻了哎、欸，这时候不打啊！你继续推，继续推，继续推，继续推！你冲啥？你快跑了！哎、欸，傻眼！这个 AD 很不听话哦。还好他不听话，我们却赢了。自大狂。直播改成他好了，反正他先没事了。直播，直播，直播。哎、欸，那我要先这样改，对不对？优先健身，然后，哎、欸，我直播可以改吗？去哪改啊？管理吗？直播哦。哎、欸，我又忘记了，娱乐是加这个吧？还是健身？健身？心态、健身、活力。累死，到现在还睡不着，去睡，睡不着也要睡，躺着吧，只能躺着啦，我也不能说什么。哇，来不及。
哦，有啦，稍微懂了。多动症、梦游症，你们两个怎么了？这双人组有点怪怪的欸。啊，我的活力饮料喝完了，不是活力饮料啦，我的能量饮料喝完了。工作、生活辅导。哦耶，可以多一个人了。啊，他这个旁边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有时候都会有这个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看，这是在扣的意思吗？啊，完全没有了欸。所以你今天不用直播了，去健身，还是给他道具吃就好了。直接把你当机器在用。所以今晚换人直播。你怎么人气这么高啊？问一下哦，有谁的比较好？我的队员，这快不行了。健身，感觉只能给他喝东西了哎，啊，就这样子。红色就是活力过低，蓝色，哦，他还提醒是不是？去健身啊！可以强制他去健身吗？气死了！可以强制，哎，对啊，健身是加蓝色啊。哎，到底是哪一个啊？哦。我看反了啦，娱乐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刚刚我看反了。刚刚看到说什么健身是活力，结果看反了，看健身是心态。我想我怎么想都不对啊，脑袋是转不过来。啊，现在看懂了，没事了。哎，又满了，哦，不是他啦。哎，那你可以去直播了，拜托你了。
我们来让他去直播。那再來是，这是娱乐嘛？好的，那这个自由时间，这个不用理他。娱乐这个要去健身，这个随便你。啊，如果选自由安排的话，他们会是自己挑那个吗？他们最低的去用吗？不会，对不对？所以要就让他们去做他们比较低的嘛。最近热衷于塔罗牌，而且你也在北边，一直希望你能回北。你觉得哪个是不？好。啊，有人敲我，我可以帮你增加十行喽。好，谢谢。等一下，之前魔力宝贝有个塔罗牌的那个，我去收集。我很喜欢贤者的一张卡，因为它是露比。我其实之前还有想玩一款游戏叫那个《魔王房东》，但是我找不到它的汉那个中文化。哎，不见了哎，这个梦游症跟什么鬼的？ADC， 哎，不能让他用，让他用好亏哦，给他好了。队员训练。
哦，你也找不到啊，小鱼。我之前是有找到一个啦，一打开就说侦测到危害，我整个吓死，马上关掉。不然那时候有看他们很早期很早期都有人在玩，可是后面就是汉化包都不见了。对啊，就是也是类似经营类的啊。他满了，自由安排，他快满了，不，按错，那就优先娱乐。众所周知，更可和 MOBA 游戏中的硬环。那么，请问更可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资源吧？是吗？Gank 我只知道 Gank 是叫他过来，是叫他过来袭击还是支援？来，请聊天室的回答。Gank 意思，Gank 的意思，一种常用战术，用来指一个游戏中英雄对英雄进行偷袭、包抄、维持，那应该是第二个喽。如果这个这题刚答过，好，按了哦，太棒了！哎，等下小雨你玩过哦。哇，小雨你怎么知道啊？你有偷玩是不是？偷看一下你有没有愿望清单之类的。哦，你是说喵哈说你被家的猫 gank 那种吗？我被我家的猫支援了，也有道理啊。等一下哦。管理人员，好了，那你就是优先健身，你优先娱乐，哼，好像都好了诶，满状态了。我是没人去直播啊，等一下啊，有啊，啊。你可以去直播，不是你吗？自由安排，你啦。好了，我们状态满了，可以去报名，确定。点数不足，好哦。哎，他刚说什么？他刚叫我看什么？我没看到啊？那个吗？不是练习吗？不是。哎、欸，对，我练习都没忘记按的嘞。哦，看教学台哦。不是，他刚说什么？我没有注意看这个吗？宣传活动不是赞助商，不是。我刚没有看到。
建造不是资源市场，我的资源，对不起，我刚看了一下，瞄了一下聊天室，就没看到。欸，这样子好难练哦！都被ban掉的话，这次又浪费。真的会去练这个吗？还是就是等后面有一个高星数的才去用啊？好了，不练了，我们等训练。在前两天睡觉的时候扭到了脖子，直到现在还没好，好像有点不自在。送分体嘛，啊，结果活力都满了啊。再来是自由安排，自由安排。你都练到三星，那个星星要超多的哎！夜盲症，我的天啊，粗糙。啊呢，我就是想要雇用一个那个啊，能加星星跟灯泡的，可是来的是加这个的。被叫去喝热水杯吗？你活该啊！粗糙好，知名度不够。有啊，有介绍，可是。叫他过来支援也算是一种啊，不是吗？很合理啊，过来帮我这个意思啊。好啊，你说什么？跟那个啊，江狗都不来帮啊，有没有？江狗都不来 gank 啊，类似这种，所以会有点转，我突然就转不过来啊。很合理吧？有道理吧？碎皮啊！不是啊，你等级练那么高，你之后就要不见了呢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这件事吗？你到机场了？你是到香港的机场还是到台北的机场？台湾的机场？好的，今晚是平安夜。哎，不行哎，我发现。